今儿说相声，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谁开的篇？刘宝瑞啊。其实相声不仅是一个语言的艺术，更多的是它是一个年轻的艺术。这可能跟一般观众的啊，或者跟网友的想象是有差距的。相声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艺术。我们今天呢，所有的著名的相声演员往上倒个几代人都能找着自己的祖师爷，没有几代，清末才开始有相声这门艺术。相声最初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相声最初是从口技发展而来的。古代那口技啊，清代那口技跟我们今天的口技有点不同。我们今天的口技，大多数人一上去先模仿动物，模仿鸟叫，鸟叫，模仿鸡叫、鸭叫。模仿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狗叫。你看是个人上去就敢模仿狗叫，我就模仿不了啊。再有就是模仿机械声啊，什么汽车发动声啊，火车哭哧哭哧的声啊，就是模仿声音。但早期的口技呢，就是相声的最初的雏形呢，它是模仿生活中的声音。比如它可以拉一帘，后面就一人啊，就是生活的场景，比如切菜啊、做饭、孩子哭闹、晚上睡觉。那么在这个过渡期啊，就是声音的过渡时候呢，它要添加一些解释，这解释慢慢慢慢就发展成相声。我们说的相声呢，这个现在老说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是吧，这个说啊都不用说，就是拿嘴巴说。学呢就是学各种东西，就是俗称柳活，专业就叫柳活啊。你比如你学戏也算柳活，你这个学方言也算柳活，你学人家的表演，比如学人家唱歌，学人家二人转，学什么都算柳活。我们今天大部分相声就是看你不乐他就要学一段啊。逗那不用说，逗就是逗你乐。唱是长是唱太平歌词，不是那个你学唱歌什么的都算柳活。其实相声如果单凭语言把你逗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尤其今天我们各种段子都逗得不行是吧，你这个你把人家逗乐了哪那么容易啊，我们今天人都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容易都逗乐。所以真正好的相声就完全凭语言的功夫把你逗得啊非常的开心，甚至可以回味，就是这场子都散了，这相声过去了，突然想起来还自个儿乐一阵子，这就是最好的相声。那么凭借语言把你逗乐啊，你就要有驾驭语言的能力。那第一是什么呢？是节奏。节奏很难，你上台你就知道，你问问相声演员，就是这节奏，这包袱早半秒晚半秒都不响。那最好的包袱啊，就是这包袱抖出去半秒以后哄堂大笑，这是最好的节奏，对吧？那么这还有赖于观众的配合。你看看这个好的相声演员啊，一上台往那儿一戳子，别人就配合就乐呀。你看看马三立先生到晚年的时候，那站在那体育馆里哆了哆嗦，站在中间啊，瘦的一声不吭啊，朝四周一看，人家哄堂大笑。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的，我知道啊，还摆弄。为什么呢？这叫观众的认可，就开始配合。每个说相声都有一瓶颈啊，只要他突破了这瓶颈，他一上台，按今天的话说，就有粉丝叫好啊。只要这场里有人叫好，一配合，这相声就变得非常的容易说。如果大家都板着脸，都是评委，那坏了啊！我参加过相声大赛，当过评委啊。这评委一个个都板着脸，那上面的人压力都非常大啊。你想把评委逗乐了，没那么容易。尤其传统相声，传统相声很多段子都是知道的，你怎么换内容，他都知道你这什么路子，你这包袱在哪。那么，再有就是你的生活的历练，所以年轻人说相声本身不占便宜。占便宜一定要到岁数，你看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看到侯宝林先生啊，这个刘宝瑞先生啊，包括马三立先生，这些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相声说出来才逗乐，这个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年轻人说相声，你想十几岁的孩子说相声，怎么都看着贫啊。那么过去老相声确实有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呢？第一，他愿意拿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这文明相声就不允许，这是就尤其解放以后这事儿得去了，今天就更不行。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文艺的形式都不能拿人的生理缺陷这个开玩笑。那我们现在不拿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我们拿什么东西可以开玩笑呢？就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你如果把它挖掘出来啊，你开着这善意的玩笑对人是有警醒的。我们了解的最多的一个相声就是钓鱼。钓鱼原来最初是个单口，后来就变成对口。对口相声说的最好就是高英培、范振钰两位先生啊，这钓鱼百听不厌。为什么百听不厌呢？是因为钓鱼就是反映人生活中都能常见的一个现象，叫什么呢？说大话。我们生活中几乎每个人每天都能碰见说大话的人，就俗称吹牛啊。这人吹牛钓鱼去了啊，钓不着鱼怎么办呢？急了啊，就是二他妈妈钓不着鱼了，给我烙三张糖饼，就只好奔了鱼市了。奔了鱼市买回来鱼的时候呢，回来这一掰扯就忘了这个鱼是买来的，所以就露了馅了。就是拿这个你的说大话的这个弱点，这个不算缺陷了，算弱点开了玩笑。所以善意的提醒人啊，说大话一定要注意后果。比如过去有一个马三立先生说过一个相声，叫好像是这相声的名字叫什么，邻居叫什么啊，我忘了。就是拿这个人的嫉妒这个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嫉妒心，对吧？我也有啊，每个人都有，只是嫉妒心能不能控制或者大小而已。每个人都会有嫉妒心，他就拿嫉妒心啊，就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嫉妒心开玩笑。就是说这老爷子每天呢都扒着墙头看对方的房子，看他什么呢？说那房子盖得比我高，我就看他着火没有。每天吃完饭没别的事儿，扒着墙头看人家房子着火没有，每天下来就说一句话，说没着啊，没着，不高兴啊。人家邻居没着火，心里嫉妒啊，不高兴。终于有一天扒着墙头啊，看见邻居着火了，下来以后老头还不高兴，说了一句话，这就是全篇的包袱，就说光冒烟了，没见火苗子，就是把人的嫉妒心发挥到极致，这就是这种相声小段中的这种功力啊。你比如这个刘宝瑞先生的这个最著名的段子啊，就是珍珠翡翠白玉堂，是吧？说的什么？就是拍马屁啊。朱元璋啊，过去落魄的时候喝了这珍珠翡翠白玉堂，等最后成了皇帝以后，想起来我这个天下的至位啊，珍珠翡翠白玉堂，所以就张榜啊，就是招谁能做这珍珠翡翠白玉堂。所以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就把官场的那个丑态和对皇上的阿谀奉承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吧？最后这珍珠翡翠白玉堂端上来以后啊，这个给你学两句啊，就是刘宝瑞先生的声音，我天生有点像。他就说，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呐？就大概是这么个路子。我大概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次出游啊，出游的时候有人就追着我说这个，那时候还管我叫小马呢，说小马，你这声音有点像刘宝瑞啊。我们实际上听到刘宝瑞先生留下的录音啊，现在刘宝瑞先生没有留下图像，留下的都是录音，比如黄蛤蟆什么的啊，你这个各种段子我也听过很多，他都留下了当时的录音。他录下这些音的时候大约的岁数都是四五十岁，所以每个人的声音的音线是有改变的。比如你这个年轻时候的声音和岁数大的时候声音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声音都是有特点的。我曾经啊有时候还想，我说我试试哪天给你做一相声版的脱口秀。什么叫相声版的脱口秀？就是我说的叫脱口相声秀，或者叫相声脱口秀，我发明的。就是凡是什么事儿都能当相声去说，
你不信我给你来一段，原来我讲过啊，我专门讲过就中西医，对不对？我把这一段给你变成一个这个相声脱口秀，给你重新说一遍，你就能感受到相声是怎么一回事。过去说相声的人啊，无论多假，开篇一定是这样开篇，说我今儿说的这事儿啊，可是一真事儿。我呢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那中西医呢，那就更不懂。那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给你讲讲中医呢？是因为我是一老百姓，我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来给你讲讲这中医。老百姓怎么理解中医呢？什么样的病愿意到中医医院去看呢？第一呀，就是这西医认为不是病的病。什么叫不是病的病呢？比如说啊，我汗脚啊，你到西医去，你跟大夫说，说大夫啊，我这脚出汗，西医就说这事儿简单，什么时候出汗啊？你说我不是夏天出汗，我冬天也出汗。西医就说了，那就穿凉鞋去吧，穿着凉鞋查血去吧。你想想，你穿着凉鞋站在雪地里，那你肯定不出汗了。所以呢，西医就认为您这不是病。所以你出了西医医院的大门，您就奔了中医了。那中医呢，就给你开一方子啊，就告诉你，你这是啥问题，你应该喝什么样的药汤。喝了这中药呢，它有人管用，有人呢它就不管用啊。西医说这事儿我也能治啊，你甭听中医的，那药汤子都不管用。西医有一种方法叫治疗大汗症。什么叫大汗症呢？就是大汗淋漓。我在报纸上瞧见的啊，就是说你无原因的出汗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啊，就把你的一根神经掐断，啊，西医就有这办法。动手术治疗汗症，原来这是没人做的。为什么没人做呢？你想想，我这出汗这一毛病，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胸膛开开呢？但是有人说啊，你这手脚出汗太厉害了，没办法，我就给你开胸。这种手术啊，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实施。现在讲究微创啊，微创。副作用是什么呢？副作用医生会告诉你，西医永远会告诉你副作用。他就说啊，副作用就是你手术以后，你的手脚就不出汗了，不仅不出汗了，还变得非常的干燥。这一干燥，你痛苦就大了。你天天得抹凡士林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这脚丫子抹满了凡士林，一天得一盒啊，穿上袜子，晚上这一脱袜子，这脚还是干的，咋办呢？抹完了凡士林啊，西医告诉你，你套上俩避孕套，这脚丫子就准湿润了。相声这事儿啊，这个相声呢，有相有声，最初相声是指非常像生活的意思，现在是指啊有相有声，但是相声是一个重声不重相的艺术啊，演员千万不能长好看，长好看了太吃亏。你看马三立啊，马三立先生长得就是一幅漫画，往那儿一戳着就非常有喜感，声音也不一定非得洪亮。有特点就行。你看马三立先生上去怎么说呢？说大家欢迎我，欢迎我啊，欢迎我，我就给大家再来一个小段小段小段，说的全是废话。所以他的著名的段子你仔细看啊，大部分都是带废话的，比如逗你玩，比如打开一个小纸包里头还有一个小纸包，打开一个小纸包里头还有一个小纸包，最后有俩字儿，挠挠啊，挠挠偏方。你看侯宝林先生啊，长得也非常有喜感。侯宝林先生戏剧功底非常好，方言能力非常强，所以你看他说山东话，说上海话，说天津话，说各地方言非常自如。唱戏的时候学青衣，学黑头啊，学老生，学什么像什么。所以侯宝林先生在这个大众
之间非常有群众基础，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欣赏他这个相声。所以这些相声一定要知道啊，声音的重要性。长得不需要太好看，是吧？难看比好看占便宜啊。你看这个相声界啊，长得最好看的我看也就属郭德纲了啊，脑袋上有一个红心，老向你表达红心。然后就是岳云鹏啊，岳云鹏小岳岳长得那样非常有喜感。他岳云鹏如果长成鹿晗那样，长成吴亦凡那样，我估计他就红不了了。所以相声演员一定要在声音上下功夫，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先天条件。如果你先天长得漂亮，千万不要误入相声这一行。人生有很多东西是天生的啊，老天爷给的啊，长相声音都是老天爷给的。但有一个东西叫幽默，幽默这个东西很多人说这可以学，其实有时候也学不来。我是坚定地认为所有跟艺术沾边的事儿，有20%是天赋，就是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到80%。如果20%你有天赋，你可以达到100%；如果你没有这个天赋，你努出大天来，你也就到80%。所以有人说相声就特没劲，你听着就没多大意思。那相声呢，由于它过去呢啊，你看过去那个相声，你像侯宝林先生他们都会啊，就是拿沙子撒字儿，撒出字儿呢就是撵场子嘛，把人都招来，最后来一段定场诗就开始了。那么他从这种剧场的演出，从街边啊，就这个撂场子的这种演出，到剧场是一个变化。到了剧场，人在环境中会有很多改变，就没那么自如。那由剧场到收音机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收音机把相声变得非常的普及，在收音机出现之前，能听到相声的人是很少的。第一，当时的相声它由于没有麦克啊，没有麦克风，能听到的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太大的范围你听不到嘛。那么现场的好处是有气氛，有人配合。所以你们注意看，我们今天广播里放的相声大部分都是现场录音，把现场的气氛烘托出来，让你有现场感。多好的相声如果不是现场录音，就是直接录音，往往都会差一块，对吧？所以收音机时代使相声迅速的普及，对相声的推动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你没必要再去剧场了，是吧？所以就听声音。你仔细想，那时候的相声声音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所以他不注重表演，表演没有用。但是电视出现了，电视呢它镜头经常推上去，一推上去呢，你的脸上的表情就看见了。过去为什么这个相声演员不能挤鼻子弄眼儿？你挤鼻子弄眼儿，底下人根本就看不清楚，远了看不见，所以你太夸张了没什么意思。但是电视出现，你会发现所有的相声演员面部的表情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他经常靠这个挤鼻子弄眼儿，希望得到你的快乐。那么电视呢，我觉得就改变了我们说的众生不众相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后来的相声我就不太爱看，我觉得相声的走向就有点改变。所以我们也比较知道有一段相声呢走入低谷。那么相声呢走入低谷呢有诸多原因了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敌人出现了。敌人是谁呢？是小品。相声原来跟小品没有共性，在电视没有的时候它没有共性，一个就是一个小戏剧，一个就是靠嘴巴跟你说，尤其单口表演很少，就是靠干说。但是电视一出现啊，你挤鼻子弄眼就是一个表演。那小品一出现呢，小品的表演都是登峰造极的，你又不能跟小品去比拼这个表演，所以你肯定在小品之后。相声如果想达到这样一个这个效果是很难的，所以相声在模仿的这块一定是甘拜下风。我们相声在低谷的时候，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啊，到这个21世纪初的时候很低谷，然后就出现了各种方法来救这个相声。所有的方法啊，我觉得都是没用。第一，群口相声出现了。
我记得春晚的时候啊，最多的群口相声上去十几个演员，一人一句，你说你都弄不清楚谁在说话，那相声就变成一锅粥，它就没法好听。再说相声这种随意的随意表演的这种艺术，如果你回回都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上台，那我想就有悖于相声这种啊这种表演的最初的意愿。那么后来就出现什么？出现化妆相声，对吧？过去说相声就拿一把扇子啊，拿把扇子什么东西这个东西都比划了。化妆相声一出来啊，我看着就是化妆成什么这个老头的，拿一块布往脑袋上一扎，羊肚白啊，要不然就老太太那发箍往脑袋上一扣，模仿老太太瘪着个嘴。这种化妆相声也是相声的死敌。后来又出现什么呢？又出现男女相声。这男女相声啊，不是我们不平等啊，这个男女这个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就不适合男女说。为什么不适合男女说呢？因为相声之间经常互相沾便宜，你说你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你怎么沾他便宜？没法沾。你如果一沾他便宜，就显得非常轻浮，要不然就显得油滑，是吧？女的沾男的便宜，就显得非常油滑。男女相声也不是旧相声的灵丹妙药，所以我们看这个群口相声、化妆相声、男女相声，这些都是逼相声走入绝境。相声是一个很难的艺术，我们说了，它完全就靠你嘴巴去说，对吧？我老说相声门口啊，就是相声门口有一块大的空场，所有人都在这撂地摊，每个人都展现自己的绝技。但是相声是一条非常窄的路，如果你一个人走进这个窄路的时候，你是否能走到终极目标很难说。大部分人走到一半就退回来，都愿意在门口这个宽场子这儿撂地摊，对吧？你看今天我们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好的相声演员专门致力于单口相声，没有，对吧？过去我们就知道啊，大家都在那儿听，比如我的司机啊，最爱听的是刘宝瑞，他一安徽人啊，什么事儿都听不懂，就能听懂刘宝瑞。他听谁的相声都不笑，就是听刘宝瑞的，反复听反复笑。你可见人家刘宝瑞先生的造诣。我听过郭德纲的单口啊，我真的觉得他单口说的比他对口还好，但是他后来不怎么说，他那单口相声有的巨长啊，一个单口相声大概四五十分钟。单口相声就是一个过去的类似评书，他把这个故事的推进过程中夹杂着他的评判，夹杂着他的佐料，夹杂着他的能耐。今天啊，我也没少听相声。为什么没少听呢？坐车里啊，现在这个收音里经常有各种相声，但是能让你开怀笑的相声并不多。有时候相声界的活动我也愿意参加啊，别看我还当过几次相声的评委，但是我确实不怎么敢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这行业的人，我只是凭直觉感受谁好谁不好。比如前两天啊，德云社20周年，郭德纲请我去啊，我这还早早的就去了，跟见到好多熟人打招呼聊天，整个演出5个多小时，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火爆呢？首先他有庞大的拥趸啊，就是粉丝非常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相声演员，喜欢相声演员的一招一式。那么整个德云社啊，德云社整个来看，他的相声演员呢年龄都偏低，岁数大的不多啊，像郭德纲都算在里头算年长的，大部分都是比他低一辈的人。那么低一辈的人这么多人喜欢相声，他们应该知道相声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我不知道那一场子上去上百人站在场子上，我就想有多少人能够最终走到最后成为大师。我们今天啊，可以说我们不太缺相声了，但我们缺的是相声大师。还有一点就是我有办法区分好相声和坏相声。有人老问我说什么是个好相声，怎么是个坏相声呢？我说非常容易区分，我在这儿愿意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相声。就是你听了乐的相声就是好相声，下台隔着你的那全是坏相声。观复猫向你推荐西伯利亚森林猫出演的好莱坞电影《九条命》。9月9号，大家随我前往电影院观赏电影《九条命》。
官复猫揭秘官复秀。你看这俩说相声的说半天了吧，这小沙弥听了半天了啊。这俩啊，我得往这边挪点啊，一逗哏一捧哏啊。这逗哏的，逗哏的你看这个面部表情夸张啊，这长得就这个特征。这捧哏的呢就比较温和，像不像于谦？但这发型多少有点像郭德纲。那么我们先交代啊，这东西是谁做的。做这东西的人叫曾龙生啊，一般人都不太熟。这个人呢是1901年生人，1964年去世，活了63岁。他是江西丰城人，他主要就是做瓷塑。他当年做的孙中山的瓷塑呢，是在巴拿马这个国际这个博览会上获过金奖的，啊，他有一个作品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博物馆还有他的一个作品叫《鹬蚌相争》，都有带有他的名款的。这类东西大概是在民国后期到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出口创汇的啊，是卖给外国人的。外国人很喜欢这种写实的雕塑啊，你比如我们看它，你看，就是你面对它的时候，你多少有点瘆得慌，就太写实了。它跟我们早期的雕塑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兵马俑啊，秦兵马俑、汉兵马俑，你看到这个唐宋时期的雕塑，包括明清的，比如德化窑的这个何超宗的观音呐、佛像啊。它都跟真人不一样，你看这人都是完全写实的，就你生活中绝对就碰得见这种人。这人呢就长得非常有喜感，一看就是说相声的，对吧？你说你长得太周正了，你怎么说相声？你看这俩人往台上一站，就起码能有一个满堂彩。这种非常有个性化的一种表达呢，它其实在我们古代并不实行，是受西方雕塑的一个影响。这个东西它变成一个产品，在当年呢虽然制作了一批，但也不是很多，但是这肯定不是一个一个雕塑的，因为有模线。所谓模线呢，就是说这东西当时是有模子的，有模子那肯定是有一定数量。它很有意思，它这个头呢是可以拿下来的，你们别害怕，我们拿下来给你看看啊。一下来了，看见没有，这是头。这身子是红木的，用红木子雕出来的，所以摆在桌子上呢，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搁在相声博物馆里啊，让相声演员好好看看他们的前辈，也许这些人在历史上真的是确有其人啊，那只是我们不太熟而已。当时的人可能一看，哎呀，这不是谁吗？这不是谁吗？是吧？但是过了100年以后，咱也不知道是谁了。我们今儿谈相声啊，从库里倒出这么两件东西给大家看啊，就是知道我们生活中呢，有很多艺术是异曲同工的，比如这俩雕塑站在我跟前，就跟说一场相声没什么区别。这是我们的官复猫马都督啊，跟我一名啊。我们官复猫到现在有20多只了。官复博物馆给这些流浪猫或弃养的猫搭建了猫办公室和猫别墅，聘请他们呢当猫馆长，他也当不当，他走了。还把官复猫的形象做成漫画，让他们讲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物，让孩子们更能接受。每周一、三、五，我们的漫画在微博、微信上更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